同谋，他为什么还要绑着我啊？为什么？啊，小二，我觉得呀，咱们的猜测应该是对的。这凶手不是他，也不是什么柱子，也不是什么何小满，应该是黄贵才。既然这余德顺拿得出图纸，就证明他跟真凶有一定的关系，咱们就从他身上下手。